那么上一次呢，室友跟我说啊，在讲奏折的时候，你得把这个当事人呢介绍一遍。我上次讲呢是先讲奏折，再讲当事人。室友说这听得云里雾里的呀，都不是谁，都不知道谁是谁。我觉得有道理呀。这那咱们今天就是先讲人啊，再讲奏折。第一个奏折啊是苏州织造李旭。那么奏折呢是奏报接任两淮盐差啊，然后并进贡东笋折，然后康熙44年十月。李旭这个人呢，其实大家要喜欢《红楼梦》的话，你肯定不陌生。他呢，就是说李旭跟曹寅呢，他们就是两家将军，就是作为织造的事情，都在《红楼梦》里面都有暗喻，就这种生活呀，这种就是说，一些生活习惯呀，一些这个用的这个物事啊，其实都是按照当时家里面有的再去说的啊。说职场这么麻烦，你还去创业了，更麻烦，因为你创业的时候，那面对的人是一大圈儿啊，一大圈儿。然后呢，李旭呢，我们说昨天上次说过，他呢是康熙的亲信，但是李旭这个人呢，活的也是挺郁闷的，在满人眼里面，他是个汉人。在汉人眼里面他是个满人，在官员眼里面他是个奴才啊，但是呢在一些老百姓眼里面他是官员，所以他自己都很难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因为李旭他是什么，包衣奴才，说白了满族贵族的奴隶。可但是有一点，李旭跟康熙的关系啊特别特别的亲。因为康熙在出生的时候啊，康熙的母亲呢，那肯定是奶水不足，需要找奶妈。找奶妈呢，一般来说这个任务呢归谁管呢？内务府。内务府啊，就从内务府里面这些啊归内务府管的汉人奴隶当中去选。这选来选去，选来选去，就选到了李旭的母亲，也就是李旭。刚你说李旭他家。李旭的母亲成为康熙奶妈之后，咱们说呀，奶妈奶妈也相当于半个娘。这李旭呢跟康熙年纪相仿，再加上李旭啊他为人呢也非常非常的就是灵活，所以康熙在读书的时候，李旭又是康熙的伴读同学关系。那么加上李旭做事很有能力，那么康熙当了皇帝以后，皇帝的用人呢，你得用你相信的人，你得用你熟悉的人，你得用你就是你有能力的人。所以李旭他直接就被康熙派上了邮差啊，来去当这个江这个苏州织造。苏州织造织造呢，他其实就是负责皇家的这个事务。康熙啊，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皇帝，不假。但皇帝有私心，皇帝呢也有个人爱好。这康熙啊也没事喜欢下个江南，一下江南呢开支巨大，所以呢就会出现财政窟窿。那皇帝不能给自己留下这个大窟窿啊，得用想方设法的方式，就是想方设法啊，从正规的这个开销当中去支取。那么留下的亏空，这毕竟是人生的污点。就需要李旭这样的人呢为他擦屁股。所以康熙对李旭那是百般包庇，是这么一个关系。你别看李旭贪污为什么如此的这个横行无忌呢，皇上是吧，陛下帮着呢。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奏折。你看啊，这个李旭这个奏折里面啊就写的非常非常的简单直接啊。等更新过来啊，有延迟。陈旭包衣微贱啊，素蒙豢养，管理苏州织造，愧无报称，金秋奉旨兼授敛淮盐差啊，欲深感激。于9月28日叩领敕印，10月初9日自苏州起身，至13日。到任受事，并有冬笋啊遭交啊遭哈、啊，应该这个字没写错啊，并有冬笋遭交白进城，啊，这是这么一个。其实你可以发现啊，李旭呢在这个奏折里面说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我啊本来就是个奴才，按资格呢是没办法当官的，
多亏皇上您赏识我，看得起我，才给我这么一份邮差，所以呢我非常非常感激，然后呢给您送了点这个冬笋，还给了点茭白啊。这是李煦的奏折。那么你看啊，这是奏折的原件啊。你看其实我省略的是一些这个敬称，比如什么皇上万安啊，妾陈煦保以为鉴这些，然后书奏是吧，但恐什么什么才所以非才不堪重任，唯有事功啊，是是啊。然后康熙的批复呢，就是知道了啊，凡苏州来的各行人等，倘有多事者，耳查明即当奏啊，知不可少谢，不时访访才好啊。康熙李煦就奏这个折子呢，其实要告诉康熙，我已经上任什么了，制造了，上任了，我已经这个已经到任了，到任之后呢，康熙要给李煦布置任务，皇帝要把话不能说得太明白，说太明白了，有些事情一旦大白于天下，皇上的脸色也挂不住。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还是夺嫡之争啊，那也进行的是如火如荼，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经常去拉关系结派啊这些事情。那么李煦和曹寅呢作为康熙的心腹，很多人就会把他们列为拉拢的对象。那么康熙就开始警告李煦，凡苏州来的各行人等啊，倘有多事者，而查明即当奏之。这个多事什么意思呀？多打听，多问，哎，多给你这个来站队拉帮结派。他说不可少谢，不时访访才好。你可不要把这件事情给我看轻松了，就是要一定要经常的给我问问这个事情。我们说呀，这两淮盐差，你看这折子写的很清楚，干什么呢？管理盐务的邮差，捞钱的活。但是康熙给李煦的批复明显和盐无关，就是我给你这份邮差，但是主要任务让你干什么？给我把下面的给我问好了。康熙想知道的是什么？我想知道谁站在老四的这边啊，谁站在老八的这边，谁站在老二的这边。康熙要问的是这个。那么这就是一种很有艺术的行文。你看康熙压根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关于夺嫡的事情，康熙呢也从来没有去提你李煦怎么样，他只告诉李煦耳查明，然后用了一个计，即当奏之，赶紧告诉我，还给他嘱咐一句不可少谢。这事不轻啊，不时防防，不但是不能轻松，你还要给我去打听。李煦问的事情，回的事情，康熙批的事情，这就属于典型的啊，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啊，看着文章，看奏章，只能靠意会，不能言传，有些话不能说出来，一说出来出事儿了。那么李煦呢，他就采用这个什么方式，送礼啊，送礼的方式问问康熙啊怎么样。那么讲完李煦，然后我们就来讲讲曹寅的一道奏折。这俩是吧，亲，这个虽然不是亲哥俩，但比亲哥俩还要亲。那么江宁织造曹寅啊，奏谢副差巡视啊，两淮盐政等清哲。康熙49年9月初2日，还是同样的事情，康熙给他俩的肥差检查盐务。那么曹寅呢，他也是，他出名啊是因为《红楼梦》。相传呀，曹寅呢他是曹雪芹的爷爷。那么他呢跟这个李煦两个人的出身呢是一模一样的。也是因为康熙一出生的时候啊找奶妈，曹寅呢这个母亲呢又成为了康熙的奶妈。你要知道皇子的奶妈不止一个呀。这曹寅呢也成了这个李煦就是康熙的发小。
曹寅这个人呢，相传呀是文武全通啊，就是少时的时候舞刀弄剑、骑马射箭都挺厉害的，而且呢这个文墨皆通。他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皇宫里面啊当这个大内侍卫，深受康熙的这个器重，所以呢再加上康熙他本身就是一个文人的，没事也喜欢写写诗什么的，他就跟曹寅之间呢就形成了一种叫什么样的关系，惺惺相惜的关系。如果说跟李煦是发小，跟曹寅呢是在发小之上又做了一个文人相通，是这种关系。所以呢当这个康熙啊把曹寅呢视为心腹之后，让他干的事情就是跟李煦同样当织造，一个是苏州织造，一个是江宁织造，管的就是两江地区的盐政。当时这是肥差中的肥差，优缺中的优缺，说白了揽钱去了。你俩发财的同时别想着，别要想着皇帝，我也要花钱的地方呀。皇帝花钱呀不能明着花。曹寅的奏折是这样写的，我们来看一下。福蒙圣恩啊，赴差臣巡视两淮啊，臣仅设香案，叩关望官叩头，切念臣庸于下贱，屡慕天恩，粉身碎骨难以图报，唯有敌耸至自失啊，以庆于枕而已。江南太平无事，晚到收割，将次全完，十米之价建至七钱，山东大收，豆麦甚贱，仅将八月晴雨露，功成玉览，并恭谢天恩，福起锐见。那么曹寅的这个奏折呀，他又跟李煦的奏折不太一样。李煦的奏折是向皇帝呢送一些特产啊，茭白呀，这个还有这个冬笋呐。那么曹寅的这个奏折呢干什么呢？他说的是皇帝最关心的事情。康熙皇帝这一辈子啊，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天下的米粮，粮价一直很操心，他就想怕什么呢？粮价贵了老百姓吃不起。所以你会发现在康熙的奏折当中，康熙61年康熙病重期间还在问米价，所以曹寅呢就借着米价便宜啊来讨皇帝的喜欢，就拍马屁它也是一种学问。这种学问并不是说哎呀我给你拍这是您好啊您伟大呀、啊、您这样太简单了。你要知道上司喜欢什么，你要知道老板喜欢什么。康熙呢就是曹寅的老板呀，老板就喜欢米价低，就喜欢面价便宜。所以你会发现曹寅他就这样说的，晚到收割将此全完啊，说稻子呢基本上快收完了，十米之价建至七钱，就是一旦大米不到七千，山东而且大收了，豆子呀麦子呀都很便宜。同时呢因为过去都是看天吃饭呀，老天爷给的这东西，老天爷下雨多啊这有可能涝了，老天爷下雨少有可能旱了，这个不多不少更合适。所以曹寅呢又把八月份的什么晴雨露，这就是八月份的降水情况，然后呈现给康熙，就让康熙看到他最想看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这种拍马屁要比直接去恭维人要好得多。那么曹寅呢他很感激康熙，他是怎么感激康熙的呢？他就说了，听蒙啊圣上您让我当这个两淮盐政，我呢设一香案啊，对着北方对着香案磕头啊，然后呢说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是吧，庸于下贱，但是呢还能每次呀都受到这个皇帝的赏识，那我粉身碎骨都难以图报啊，我现在呢只能就是兢兢业业啊，然后呢努力完成皇上您交下的差事。那有时候拍马屁它是一个学问的。这是当时曹寅的折子，大家看一看。系统化了，
咱们这次讲折子完全系统化了，每天就是周三到周五全部放在一起，以前是随便挑着讲的。李旭他拍马屁是一种风格，曹寅他拍马屁是另外一种风格，千穿不穿马，千穿不万穿马屁不穿嘛。那么康熙的批复接受了曹寅的奉承，但是呢要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担心什么呀？亏空，哎，两淮盐务的亏空啊。康熙是这样说的，知道了，两淮情比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呐。这里面跟大家讲一个小 tips， 在康熙在不断下江南的时候，给两江地区呢造成了将近100多万两的亏空。那么如此大的亏空呢，就需要从各个方面去这个填补。那么当时最赚钱的两个最赚钱的地方莫过于盐政，所以康熙就任命这个李旭啊，任命曹寅呢，让他俩呢去巡视两淮的盐政。换句话说，这都是肥缺，你们捞完钱以后把我的亏空给堵上。那么当时呢，因为亏空比较严重，曹寅呢贪污的问题也很巨大，然后呢这个两江总督噶里啊就上表啊参奏康熙啊，参奏这个曹寅。康熙看到这个噶里的奏章之后呢，康熙呢没怎么说话，当时就这个申斥，这个就是对这个噶里说呀，你们同朝为官啊，就不要互相搞了，你们同朝为官一定要相亲相爱。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给曹寅的批复，知道了，两淮情比多端，亏空甚多。康熙说：“我愁啊，我都替你俩捏了把汗。你俩亏这么大数目，啊，参曹寅嘛。说必要设法补完，说什么哈，你都需要把这个亏空给我补上。任内无事方好，千万别给我再捅娄子了，不可疏忽。”你看康熙就相当于像什么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小心小心。你说这就是感情深呀，感情深了以后，下属犯了错误，上司还给你包着掖着藏着。康熙，所以你当你读到这样的一个折子的时候，那么读到这件事呢，要跟大家说啊，去分辨一个东西。有时候呢，领导对你的关怀呀，并不是批评，领导是真关心你呀。你看，任内无事方好，你千万就是别再弄出事来了，不可疏忽啊。然后呢，他说了，千万小心小心。叮咛，你要从字里面去品出上面的意思，你要从字上面说的话里面去品出上面所表达的含义，不要觉得是批评，一点批评的意思没有。大家仔细看啊，就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任内无事方好，如果是批评该怎么说呢？任内无事方好，然后下来，你若出事我也保不了你。人家是康熙没这么说，千万小心小心，叮嘱啊，说小心二字用的就能看得出来淋漓尽致，重复了两次。而且呢，我们看康熙在写批这个奏折的时候，明显的就是他还不是说写了两个小心，大家仔细来看一看，因为这个也不是省略号，因为中国古代那个在康熙朝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大家看一看啊，看到了没有？就是你看红朱批，这个红字啊，就是康熙的批复，叫朱批啊，知道了，两淮情必多端啊，亏空甚多，然后呢是必要补完什么的，无事才好。你看到看到后面这两行了吗？不可疏忽啊，千万小心。
小心，小心，小心！你看看，康熙嘱咐了多少句啊？看到吗？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我都替你们捏了把汗呐。那作为上司啊，2015啊，你也是当领导的，在嘱咐这个属下的时候，亲密的属下的时候，也不妨学一学，小心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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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了。康熙说，我重要的事情要说好多遍。好。那么这世界上呢，还有一种人，咱们说欺上瞒下啊，欺上瞒下，这个总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咱说啊，利益不是永恒的啊，想是能骗也不是永久的。但在康熙朝的时候呢，这个大贪官云南巡抚吴存礼啊，这就真的是把康熙啊骗的是一愣一愣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呢，吴存礼呢，他呢这个，就弄了什么事儿呢？他到哪儿贪到哪儿，然后呢，他靠了一棵大的大树，谁呀？隆科多。然后呢，他又把康熙的那些儿子们，什么二阿哥呀、八阿哥呀，都给这个忽悠的一愣一愣，拿钱买的。所以所有皇室人员呢，都在康熙的面前说吴存礼好，吴存礼棒。再加上吴存礼在云南这个地方当巡抚，天高皇帝远呢，现在说云南都。真的是去一趟很不方便啊，大部分坐飞机还得坐好久，火车更别想了，大部分地方还不通火车。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像吴存礼这样的人就可以什么这个一手遮天了，一手遮天了。那么这个没问题，就是当时呢也是因为曹寅跟李旭贪得太厉害了，老曹家如果不是贪得太厉害的话，补上亏空并不是难事。那么这个吴存礼呢，他就向康熙身边的人呢，就是雍正查出来的是226个人。那么其中呢，就是公布的资，就是行贿的额度是443,000余两。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因为吴存礼呢，他还牵扯到了这个隆科多的小妾案，就陈四儿案。但是呢，这个案子呢，因为使整个皇家颜面无光，所以雍正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也替这个隆科多呀遮盖了许多。假设真要是公布真相的话，我估计啊，吴存礼和隆科多呀脸都没了，脸都没了。那咱们开始来看看，这吴存礼呢是给这个康熙呢是怎么写的奏折呀？其实这个奏折呢，它是分两份的，有一份呢，第二份呢已经遗失了，但是在故宫历史档案馆也没有。它是奴才啊，吴存礼恭请皇上圣公万安，同时呢还把这个，云南的特产相传呢就是汨罗柑呢呈现给了谁呢？康熙皇帝，就给皇帝送礼来着。那么康熙在收到这个吴存礼的贡品的时候就非常开心啊。你看啊，吴存礼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他知道皇帝讨厌贪官，皇帝不爱财，所以他给皇帝进贡的都是土特产。但是他知道康熙下面的这些皇亲国戚们，隆科多喜欢钱，给的是真金白银啊。老八胤祀喜欢钱，给的是真金白银。但是你看，当皇帝收到特产以后，他就很开心呐。然后呢，他是康熙呢，就狠狠的，就是说表扬了这个吴存礼一番，慧眼是吧？人生这个如戏啊，一切全靠演技。最终到了就是吴存礼是砸在了雍正手里面。那么你看啊，这个康熙的批复，你看吴存礼的这个奏折没多少字，康熙的批复还很多，也能看得出来康熙当时被吴存礼啊真的是上心了。康熙这样说的，第一呢，镇安啊，滇省万里远呐，尔等做大臣的啊，常思尽如咫尺，总是啊，凡文武大小官，个个都是好的，
啊，个个都是好官，精忠自然，听得明白。此相传即是汨罗干，乃无用之物，再不必进罢。嗯，康熙他在批奏折的时候，基本上都用的是正楷，很少用行书，而且他有点像这个钟繇的字。康熙的字呢，我问了那个老姜，他说他到不了这个书法家的水平，但是字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就是，但是因为他是皇帝嘛，所以康熙的字呢，也在拍卖会上也是经常是屡建这个奇高，屡上创新高。你看康熙的批复，镇安啊，滇省万里，云南真远呐、啊。而能做大臣呢，应该想的是近在咫尺，凡文武大小官，个个都是好官。看关键是那句话。精忠自然听得明白，这话直接就说了。京中所有的人都说你吴存礼好，所以呢，我很满意。行贿的力量，真是天高皇帝远呐。然后他就说："此相传，就是汨罗干呢，乃是无用之物，再不必进罢。"以后呢，你来能写个折子啊，问个安，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至于说你送点这些，土特产，不需要，不需要，你好就行。就康熙就是被这样的人呢，这就是仁慈君主的坏处，就容易被他给骗得死死的。所以你会发现一点，这个吴存礼啊，他在拍马屁的时候，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拍马屁？他把字写得很肉麻吗？没有，因为你说一个人你要说很肉麻的话，那么表现那么卑躬屈膝，你会有什么样的嘴脸？小人嘴脸。小人是什么？汉桓帝啊，汉灵帝他会喜欢这样的小人嘴脸。人说我们说大奸四忠啊，吴存礼他所要表现出来的，我不过就是啊，一切用这个行动来。表明他的行动就是行贿行动，我把你周边的人都给你行贿了，你周边的人都在说我的好话的时候，那我只需要啊，该这个四十尽折的时候四十尽折，反正就让在皇帝眼里面，我就一好官啊，我也不会说为了舔皇帝而没原则。谢谢这悠悠 Hunter，这个就是啊，我们要说。吴存礼这样的人呢，不可取啊，真的是不可取。但是方法倒是肯学呀，就是学什么呢？老怕别人说你坏话，那么把领导身边的人关系都搞好了，这样的话你也干什么事情都无忧也。好，再来看第四个奏折。第四个奏折呢是陈元龙，也就是陈阁老，他呢也有一个传说，相传呀，这个，相传呢，他是乾隆他爹啊，这是清代野史，也就是海宁陈家陈阁老。那么陈元龙呢，他是康熙时期的一个很有才，就是很有文采的人。他是康熙24年的这个时候的进士，因为呢，这个康熙啊也很赏识他的才华，所以陈元龙的这个官呢也做得比较大。这陈元龙呢跟这个雍正的关系呢也比较好，但是陈元龙这个拍马屁的功夫呀，只能说用一个字儿差来形容。那么这个折子呢就是拍马屁拍得很失败的折子。那么折子名字啊，这个广西巡抚这个陈元龙。奏为待布政使，转呈桂林深山所得灵芝者，康熙52年闰5月24日。那么这个折子呀，就是说，他是说的什么呢？说古代的时候啊，一旦皇帝啊，这个治国有道啊，老天呢就会降下祥瑞啊，比如说出现灵芝了，再比如说出现彩虹了，再比如说什么这个天下在这个海里面会见龙了啊，会出现这，所以呢。这个陈元龙呢，就想着呀，通过这样一个所谓的祥瑞，去来向康熙报告，然后呢，来说明康熙治下一片太平。奏折：布政使黄国才禀称，
本年二月，闻桂林山中产有灵芝，时有祥云附其上啊，国才遭人入山访之，果真啊，因采取携归阴干收藏，其质甚清，高一尺余，色淡黄，状如云气，时目中所未见，闻灵芝可以服耳啊，益寿延年，国才不敢自私，扶起代为进城预览，臣服察神农经云啊，王者辞人则知生啊，孝敬元神气云，善养老则知貌，今我皇上至人至此，无一民一物不在褒语之中，而且养老施恩极优渥，灵芝应时而生，理所固然。其实这话呢，陈阳龙就说呀，在这桂林山里面，哎，发现一灵芝，然后这派人进去了以后呢，采出来以后呢，这灵芝啊就像云彩一样，云彩一样的，然后这东西听说这一查这个神农本草经啊，吃了这灵芝啊，益寿延年。然后呢，这个说这官员呢不敢这个自私，哎，不敢把它藏起来，所以啊就想通过我呢代为呈给皇上您。然后呢，这个陈元郎呢他又引用了一些经典啊，什么神农经里面说了啊，这当王者的如果仁慈的话，就会出现这个灵芝。当王者如果仁慈的话，这灵芝呢就会繁茂，所以这个灵芝啊就是因为皇上您啊仁慈才应运而生。你看这马屁拍的水平高啊，是吧，引经据典拍马屁已经高出一定境界，但是陈元龙他不了解康熙，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康熙我们说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需要这个喜欢去搞一些这个祥瑞的事件啊，比如说汉武帝刘彻喜欢搞这，这个光武帝刘秀喜欢搞这啊，唐太宗李世民也喜欢搞这，但是啊康熙呢他不来这一套，所以你这种东西啊搞这一套啊，你搞错套路。我觉得陈元龙呢他就有点这个服，真是有点不识时务啊！你好歹你看一看，康熙他一不礼佛是吧？二不搞这个神仙的，也不拜神的，你能这一套有用吗？还你看他还写的是有模有样啊，什么臣服察神农经云啊，王者辞人则知生，孝敬啊元神气云啊，善养老则知貌。那么康熙的这个批复啊，就直接就把这个陈元龙啊给怼了回去。史册所载，祥义甚多啊，无益于国计民生。这历史书上写这种祥义呢很多啊，但是跟国计民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地方收成好，家几人族即是莫大之祥瑞，农作物丰收了，老百姓家里面都吃穿不愁了，这才是祥瑞。然后呢康熙呢批完之后又觉得不爽，补了四个字儿：朕不必懒。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吗，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史册所载祥义甚多无益于国计民生也，地方收成好，家几人足，即是莫大之祥瑞。对呀，人家的祥瑞，这时候拍马屁拍祥瑞怎么拍啊？老百姓日子很安康，奏折也很好，这就是拍马屁的本事。你得去看人下菜呀，没有通用的套路。很多人总就是曾经就说嘛，很多人说，哎，那不就是说好话吗？还真不是。这就被怼了四个字吧？你说这奏折打回来一看，朕不必了，难受不难受？烦不烦？白折腾半天，是吧？声望没有刷起来，这个
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李光地的一个奏折啊，《大学士李光地》。你说拍马屁啊，它也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咱们今天讲的前面四个呢，都是主动的，然后分了四种情形啊。第一种情形啊，先送点东西拉拉家常；第二种情形呢，感恩戴德，然后呢说一些皇上喜欢听的事情；然后呢第三件事情，第三个呢是把周围的人都收买了；第四个呢，这就是这个弄个祥瑞拍到马蹄子上。总而言之，一句话啊，这说好话拍马屁啊，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真的是没有一就可以有固定的套路、固定的方式。李光地没有啊，李光地的官呢做的是很稳的。李光地啊，他也是康熙所依仗的重臣，而且呢是大学士，甚至啊，这个康熙对李光地的关心啊，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君臣范畴。这李光地身体不好的时候，康熙呢也很是担心。那么这李光地呢，他呢真的是才高八斗啊，学富五车。他你看他任的官职，翰林编修啊，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而且呢，他也是一个立功颇多的人，就是帮助平定了三藩之乱，统一台湾，都有李光地的献策。所以李光地他就是康熙身边左膀右臂般的存在。康熙因为在北京城内啊，他是翰林院嘛，大学士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康熙有什么好东西呢，都会赏赐给李光地这样的重臣。那么这个奏折呢，就是康熙这个李光地啊，得到了康熙赏赐的一包什么，这个花，这个一包这个水果啊，水果就是干水干果。谢谢，不涨停不吃饭，送的大飞机一架，谢谢。那么奏折的全称是这样的：蒙皇上发来花水果一包，赐臣等尝之。臣等福斯虽一草一木之奇，皇上必不以遐远，置之上国，而况于人乎？至此果香，未可与荔枝相仿。臣光帝疲病月余，鼻不时熏惑，然蒙赐启事，孔窍忽开，余闻香气，可知腹裂非常也。你看这马屁拍的，行云如流水啊！李光地呢说呀，皇上，您赏赐了我一包这个水果啊，花水果，可能就是我们类似于现在那种花果茶吧，然后让我们这几个老臣呢尝尝看。我就琢磨着呀，这一草一木啊都是很神奇的，这皇上呢，您大老远的把这些东西呢赏给我们，这肯定是别有一番深意。然后我一闻这个果味儿啊，都可以跟荔枝相提并论，因为我们知道，在清朝的时候，交通极度不发达，在北京极北之地，你想要尝到南方的荔枝，想都不要想。所以呢，李光地是这样形容的：“臣光地疲病月余，我生病生了一个多月了，我的鼻子呢已经什么都闻不到了，鼻不时熏惑。”然后呢，蒙赐启事，看到这个水果以后啊，一闻，哎，孔窍忽开，感觉全身都很通透，哇，这香气治病啊！我们说，康熙是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赏赐给大臣，是吧？这大臣们要说一点，你作为一个上司啊，一个领导。他也是人呐，康熙也是人呐，康熙也需要认同感呐，对吧？也需要别人跟我是一个想法，我闻着东西挺香挺好的，我赐给你们看一看。所以呢，下面人的一表现要表现出来很强烈。康熙本来一闻好香啊，你们闻闻看。下面李光地等人一拿，哇，香死了！但是你不能演得太浮夸，毕竟这是。官场之上，朝堂之上，对吧？你得去好好的去写，然后呢，用你的文字把它表现出来。说我这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好，反正呢，我生病生了一个多月啊，鼻子不通了。闻到这个香气之后啊，闻到这香气之后呢，五窍通透啊！你看，这就是用法呀，这就是水平啊。它是通过什么君与臣之间的认同感来干什么？来实现彼此距离的拉近。上司就不需要人肯定吗？也需要啊。领导就不需要人认同吗？也需要啊。但是你这种认同一定要发自肺腑的，你不能说啊，说这东西好啊，好好，这东西太好了，不好，你说的太虚，说的太假。我们再回忆回忆啊，这个奏折呢，今天要给大家来品一品。毕竟李光地呢，你看啊，他是看他这个奏折呀，是人也好，字也好，写的也好，就是看这个折子很舒服。你看看，拿来当字帖都不过分。然后你看这话说的，的确是文化人呢。这个说，你看啊，这个孔窍忽开啊。余闻香气可知，腹裂非常也。然后后面又说了，说这个仆入一品，千载流芳。啊，你称赞上面呀，要称赞的得体；称赞上面呢，要称赞的合适。就是说，拍马屁呀，它不是让上面感觉出来在恭维。要是说发自肺腑的去写，至于说李光弼他的这个李光弼啊，他的这个鼻子到底通窍没通窍，是不是真的生了一个月的病，这重要吗？而且李光弼呢，也从某种意义上是这样来称赞康熙的：我生病了，生病了，哎呀，本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皇上你把这东西赐给我，病好了呀。能干活了呀，因为康熙赐给李光地，是对属下的关心。然后呢，康熙的批复啊，你看李光地在同意完康这个认可完康熙之后呢，康熙的批复，哎呀，是吧？病了呀，你看称呼是李大学士，是吧？朕出门。啊，朕出门时并未闻疲病，近来如何？若用药，需十分小心。我李大学士啊，我这出门，这个出门的时候呢，都没听说您生病了。这你要是这个进来怎么样啊？你如果说要用药的话，必须要十分小心。对，康熙的批复就是我很关心你啊，你先别谢我这些东西好不好？你把你的身体要照顾好了，用药要小心呐。你是朝中重臣，这东西说话的艺术，回话的艺术。别人要生病了，你送别人一东西，哎呀，我这生病的不舒服，吃你的东西真舒服，应该怎么说呢？学一下嘛。哎呦，你生病了，你要不要紧呐？这个现在这医生啊，经常乱开药，你吃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啊，不行去个大医院看一看，要不然的话，你哪天我休息，我陪你去啊。人与人的感情就是这么拉近的。这世界上啊，套路最多的就是帝王的套路。你把这些套路都学会了，你在这个社会当中，我敢打包票啊，混得不差。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奏折专题啊，你说价值9999元一点都不过分，都是真东西，实打实的，不掺假。朕出门时并未闻疲病，就是我出门的时候还不知道您生病了，因为那时候康熙去这可能去这个避暑山庄避暑去了。近来如何呀？近来何如啊？
好了没有啊？如果要吃药的话啊，十分小心。好，那咱们今天啊，本周五的奏折就讲到这儿。